当妈了以后，婚礼你想怎么办呢？婚纱照你现在怎么想？本节目由真爱不上火百分百乳糖配方的诺优能奶粉联合冠名播出，幸福生活京东相伴。本节目由爱我所选选我所爱的京东联合冠名播出。加入芒果 TV 会员，每周二中午12点会员抢先看正片，每周三中午12点会员尊享 Plus 版。备婚路上，计划与变化、惊喜和麻烦总是接踵而来，相亲相爱，所有的意外仿佛都在叩问新婚夫妻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然而婚姻生活就像旅行，能安排上的只有行程，安排不上的才是旅行最精彩的部分。哎呀呀呀！女儿，哎呀，你是不是刚才亲？哎呀，我的宝贝，女儿，在这笑。哎呦，真没用啊！当你看到孩子那种很幸福的那个，你就觉得什么痛都无所谓，就他健康就好。他生完孩子我在陪着他嘛，就所有人都跟孩子走了，我就在那个产房，我就逗他开心，我说没事，我陪你啊。哎，就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啊，醒啦，我们要换尿包包是吗？嘿嘿嘿嘿嘿。安古啊，叫爸爸，叫爸爸啊。是谁说安古？睡觉好不好？不安分的脚脚脚。幸福生活京东相伴，本节目由爱我所选选我所爱的京东联合冠名播出。你这衣服我来收拾就完了吗？你帮我收了呗。好。长的风衣挂到那边去，短的就挂在这边。老婆啊，还有啥要弄的？我这衣服都叠完了。娘，嘎嘎嘎嘎嘎。爸爸呢？阿姑，阿姑，嘿嘿，蒙脸。超可爱到了一个会跟你有互动的一个阶段，就是你逗他，他知道会笑，然后你去跟他说阿姑，他也会阿姑，一直讲，就会觉得很幸福。爸爸来抱你，女儿，又光着脚脚呢。刚刚给他把那个被子给我。他睡太热了。哎，来吧，阿姑，阿姑，阿姑，给我一个，对，毯子。阿姑，阿姑，给爸爸打个招呼，你说阿姑，
把慧玲用鼻子好不好？咔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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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咔。妈妈拍一下鼻子好吗？宝贝，不要动哦，宝贝乖。来，安姑，嘿嘿嘿，他每次我一离近他，他就自己那个鼻子有表情。嗯、来吧，你看，你看。不怕、啊，爸爸吸鼻子对吗？来，嗯，我们把臭臭鼻屎吸出来好不好？臭鼻屎。让他休息一下。嗯。出了月子中心的鼻屎一直是我老公弄的，然后我一直就称呼他为挖鼻屎专业户。我觉得梁超变得比较多的是有更加有责任心了，抱宝宝他非常的爱。宝宝。哎，老公。你中午睡了吗？睡了一下。今天我带了一下超可爱，我觉得带娃真挺不容易的，真的真的辛苦你了。你看啥？我在给女儿买东西，我发现了一个这个京东超市有个活动叫母婴宝贝趴，你看上面有宝宝吃的用的玩具啥的，还有你用的母婴产品都很齐全，都是五折。价格才只要咱们平时买的一半。对，我们刚好要买一点那隔尿垫，买点尿布什么的。对对对，尿不湿。行，京东也快，没问题。行，好，付款成功，我们等着收快递吧。哇，那这个太逗了，这个戴上这个头是这样的，老婆。嗯。你看。还要寄一个去。不要这样戴，我自己脏哎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老婆。嗯。它这个是没有眼儿，这么扣也不对呀、啊。什么东西？你在嘀咕什么呢？哎，我怎么没研究出来它这个怎么穿啊？这个是包妈妈送的。哦，包贝尔他妈送的，少个东西吧。没少啊。但是它这个是这样扣的，你不懂就你不懂。不是，我确实不懂，这个裤子怎么穿？哦，是这样穿的，我明白了，是这样就变裤子了。哎，完美，短裤，两分裤，小帽子。你想百天给他这么穿上？我会了，我会了。我一直以为这个这么怎么穿？对啊，你看他这个衣服这么小。我有这些照片。天，这么小，你看。对，小草莓，我有。哦，你这。这是小樱桃。你看。对啊，他那个时候，你看他还穿的松松的。对。后来就越穿越紧，越穿越紧。你怎么这衣服这么大？这是你拍的吧？他所有的照片都是我拍的。八斤多的时候，我记录他的每一天成长。有一个会拍照的妈妈，她真幸福呀。哎，吐了个泡泡呀，嘴巴。哎，这个，哎，给我看一下。生的当天，现在是哇塞，2020年1月1号，我在产房给我们家冠军生我们家祖宗，生我们家小主，看来我都失去理智了，辛苦了，宝贝儿，眯一下，你亲亲我，哎。一定要放松心情啊！老婆，老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你就是个英雄！哎呀，哎呀，老婆太棒了！我哭了，没有吧？哭了呀！哎呀，等超可爱长大了，给他看他自己这个状态，能看得出来是他。你当妈了以后有啥感觉不一样？当妈了以后更能理解我妈对我的那种牵挂了，因为我以前对我妈妈的感觉就是
他不顾我的感受一定要去练体育吗？很狠心，但其实我妈妈是很疼我和很舍不得的。这个当了父母以后的人都越来越有责任心了，你发现没？对啊。你记得你那天晚上你凌晨三点闹钟响了，早上起来你跟我说，你说三点你又睡过去了。嗯，实在孩子饿得哭的，完了你就赶快爬起来去喂他，第二天你们就在那骂自己。我觉得这就是变化，一个女孩到母亲的变化。有了超可爱以后，自己的事情就要暂时放下了。暂时放下，我是有了超可爱以后更有动力的去奋斗，要把我的事情和你的事情都肩负起来。时间过得好快。对，就我刚想说，我说其实你要想想，他现在马上100天，嗯，也许他到十几岁就是弹指一挥间。嗯，一晃我都20几岁了。那一行一晃我都快20几岁。你知道为什么嫁给你吗？就会觉得你懂得比我多。那其实很多人懂得都比你多。那我不就先遇到你了吗？嘿，这么聊天啊，我天都忘死了。你你知道你哪一点之前吸引我吗？特别整洁。一个男生会把自己家收拾很干净会加分。后来谈恋爱以后，就是你会很心细，比如说每天会准备一杯水在床头，然后会说老婆我给你准备好水了，就是很体贴，比较会照顾人，从小就是操心的命。你是不是暗恋我很久所以故意讨好我？没有没有没有。怎么这样？老公，你有了超可爱以后对这个婚礼的想法还一样吗？我觉得一样吧。想要迪士尼的婚礼吗？我也找团队去做了这个整个的这个方案的攻略。嗯，但迪士尼有一个最致命的 bug 啊，它分淡旺季月日。嗯，3、4、5、6月是淡季，提前一年预约。嗯，7、8、9、10是旺季，提前一年半预约婚礼。嗯，其实现在肯定是咱来不及嘛，所以我就想你看看你有什么想法指示，你有什么指示？那就这样，我们1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，我们去那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10周年就超可爱10岁。那这一次的婚礼，你比如说咱们想怎么办呢？这一次的婚礼在室外，森林里。喂蚊子。Oh no！ 我举几个我想要的吧，简单，不失浪漫，洁白，不失单调。明白。你觉得这个婚纱照你现在怎么想的？请小黑来，你合作过，你看他给圈里唐嫣和罗晋两口子也是他拍的。你想想拍什么？就我们猜啊，你看尊哥，我觉得尊哥就不用说吧，尊哥那么帅，我觉得他拍什么样都很好看。对，我觉得人家是王子配公主，是傅首尔跟老刘绝对是出大招的，我告诉你，我也觉得他们俩绝对有奇招，你知道吧？还有你看那人家那两对小年轻的，小年轻肯定怎么拍怎么好看，又是演员，新婚刚至，又显又大片有大片，要可爱有可爱，我要个什么样的呢？因为我是练体育的嘛，对，职业比较不一样，就可能会一些特殊的技能。我想说能不能就是让你配合我一下，跟我一起照一套和我的职业相关的婚纱照。蹦床早期是被列为运动就10大危险项目之首哦。行，就这么定了，我设计设计啊。开心啊。
婴产品我选京东，京东母婴大牌正品，相伴宝宝一路成长，甄选品质奶粉辅食超放心，舒适尿裤呵护超省心，洗护喂养用品超顺心，车床座椅超安心。4月7日到4月19日，京东超市宝贝趴，母婴好物五折抢，一起去成长。时间和变幻，就像在起跑线前鸣枪的裁判，时时刻刻在提醒你：喂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孩子出生了，小小的衣服准备好了吗？女儿长大要嫁人了，全世界第一个爱她的那个男人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有人旅程藏好了惊喜，有人突然打乱了行程。喂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世界如此大，我们那么小，无论如何认真应对，意外仍会强词夺理。那么我们就家长里短吧，哭哭笑笑吧，送花吧，给孩子们做个下午茶吧，没完没了的相爱和争吵吧，我们有的只有现在呀。只是原来不察觉，俗世最美。等到变幻时才发现，这结婚生子就是人生大事的寻常人间，真好，真值。全职大人，你们折腾这个干嘛呢？拍灯聚众，我们要开始选婚纱了。哎，这个蛮好看的，蛮性感的啊。婚礼的那个岛，我们可以去看一看。今天还有什么任务？今天拍照。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去领证？4月1号去领。你们想过4月1号是什么日期吗？你们在开玩笑吧？有一些不靠谱。完了完了，这是一个会有动物出没的岛。想回酒店恐怕是不现实。我不要在这过夜，我真的不要在这过夜。你就随便翻几周就行。慢一点慢一点，不要跳太高。哦，小心小心小心！哎呀！